其实是错误的出场时机，也没阻止一场注定的相遇，还好那个人是你，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，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，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。看来的定律二八的配比，该如何选择或放弃，对爱的定义和挚爱八的定律，一句我愿意。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。